这个经文呢，就那个，我先念一遍。俄那世间一切俗修行人，不假禅怒，无有智慧，但能直身不行淫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无，爱然不生，无留余见，使人应念神为犯侣，如是一类名犯众天。那么刚才念的是继续上回讲的这个六层欲界天，那么欲界天之后，现在就开始讲色界天。今天在这个开讲之前呢，发了有张讲表，就48讲表。为了我们研究经文对于三界的各层天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，有个了解，我们先看看表。那个48这个讲表第一段呢，是讲三界九地。三界九地呢，这个旁边呢，右边呢有一个小的注解啊，讲到经文的时候再讲。现在就看那个三界九地下边呢，每一行的这个讲的。第一行呢是六欲天，就是已经讲过的六层的欲界天。第二行就是初禅天，那么第三是二禅天，三是三禅天，第四是四禅天。在后面呢就是空无边处地，实无边处地，无所有诸地，非想非非想诸地，三界九地啊。那么这个表里是这样说明的，三界呢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是六层，色界呢就是四禅天呢，是大类的分呢是四种禅天。那么无色界就是空界了，也是四种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又讲这个九地呢？是另一种讲法。九地啊，是把欲界天呢说是一地，然后啊这个色界是四地，无色界又是四地，就是九地。第一个欲界天叫六欲天呢，六欲天是前面讲过是六层啊，它的呢是并为一处地，一地叫无趣杂居地。那么这个六欲天，这个无趣啊，从这个六欲天到六欲天以下，这个包括五种，五趣就是五道了，一般讲六道啊，六道这里讲五道什么呢？其中阿修罗这一道，并归在这个天道里边，这是一种讲法。有时候呢，欧修罗道除了在天道以外，人道也有。那么这是，所以他不必单独的讲到这里为止。这讲五趣就是五道，五道的众生啊，杂居在这一地，就是这个六欲天。那么再说这个禅天了，
禅定是四种禅定呢，四种禅定初禅定呢，那么再把它详细的分的话，那有三天，初禅有三天，二禅又有三天，三禅又有三天，就合起来九天。第四禅呢，它就有九天，它的九天特别的，其中有这个无这个净聚天，无净聚天呢是学佛的证到这个三果了，小人呢证到三果，在无净聚天呢，在那里要证第四果罗汉了。那么这个加上无净聚天呢，加上四禅本有的四天，合起来九天。四禅九天，前面三种禅天呢九天，二九十八天，就是禅天里面就有十八天。那么再加上后边是空界天，就是无色界天呢，它这叫空界，就是初啊，第一层的是空无处无地，空无边地呀。第二呢，实无边地；第三是无所有处，有处地；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处地。他这完全就这个定，入那个空定的那种名词定立出来的，合起来有二十八天。下边这个解释啊。经文我们看到哪里，就在经文里面就会看到了，这就不多讲了。现在就请各位看经文，刚才念的，那就是从这个初禅呢第一天开始。那么这个经文开始，释迦牟尼佛就叫着阿难的名字说了。世间一切所修行人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在这个世间凡夫啊，一切所修行的人呢、修行人，这个下边呢，不假禅怒无有智慧。那么这里讲这个修行人呢，要稍微辨别一下，我们修佛当然是万法唯心，我们修的是心法啊。你修心法首先要懂得真心在哪里啊，真心就是我们自己的，每个人都有啊，真如本性。这个真如本性怎么个修法的呢？那个本来就是这个成佛，就是这个真心成佛。那么又是我们凡夫众生的迷惑颠倒，对于自己这个真心是迷了，不认得了。那么所讲修的时候呢，首先要把这个迷惑颠倒这个迷呀、把它破除，破除之后确认到我们自己有真心。这个真心呢是没有生死没有生灭的，它是万德万能的。那么这个所谓修行呢，首先要悟这个真心，悟了之后呢，就把我们原来个迷惑颠倒那些无明烦恼一层一层的把它破除掉了。所谓修就是什么呢？修就是你把那些这个障碍了自己的本心那些东西把它修理掉，把它修掉啊，
这才修心人呢、啊。这是佛家的修行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讲呢，一切修行人呢、啊，那么你真懂得修行方法的话，那你要悟自己有这个真心，然后就说杀盗淫妄，那个一切的恶业都不要做。过去所有的那些恶习气啊，都要是一天一天的把它破除掉，没有破除掉，首先要把它压服下去啊，不让它起作用。功夫好，一天一天的让它这个压得太久了，它就自自然然就是就破除掉了。这个呢就要。下面讲呢，就要借用禅，禅诺，禅就是静律啊，啊，静是安静的静啊，律是思虑的考虑的律啊，禅诺是印度文的名字啊，反正中国的字就是静律啊，静律就是要入这个禅定，这个绝不是。只是我们现在一般说，一直到一提到禅呢，就是禅宗的那个禅。其实整个的佛法，用功夫的时候啊，用正功夫的话，都是禅呢、啊。禅就是你要你入大定的，是这个天台宗所讲的。吉而常照，照而常吉呀、啊。定在那里，虽然大定定在那里，但是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他有观照的作用。那么这是禅。可是这里讲呢，所修行人不假禅诺，不假的是不假戒，不用禅诺。也就是不懂的，他不懂得禅诺，也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真心，因此用功夫的时候啊，他虽然也修这个四禅天呢、啊，从初禅到四禅都是讲禅定啊，但是这个禅定要分清楚。有是有路的禅定与无路的禅定，懂得真心呢、啊，他这个入这个定啊，是无路的禅定。不懂真心的人呢、啊，他虽然是入定啊，是有路的禅定。这是分别在此。那么他这个不假禅定，他就不懂得。佛家真正用的这个五路的禅定啊，即是不假禅诺，就是不懂得禅了，因此啊，他无有智慧，禅是入定啊，入定才有智慧啊，在无漏禅，佛家讲这个禅的时候，哪一种正功夫都是禅。那么这个他这个不假禅，他不懂得用禅，因此就没有智慧。这个很重要。我这个一般凡夫他不懂佛法了。他固然是没有智慧了，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懂啊。我们懂是比如说那个就那个禅诺这两个字译成中国字叫静律吧。静就是天台宗讲的止啊。律就是观啊，止观啊。止观也不是天台宗一家之言的，也不是以他的一个专有的方法。这个法门，我们念佛也是直观，一句佛号，
你只要提起来一句佛号，妄心不起作用的时候，妄念不起就是止。观是什么呢？佛号念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就是观。其他各种都是一个这个原则，都是如此。那么我们念佛这样念的时候啊，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功夫好照样的能够证果开智慧的。那个经文里面讲那个得一心不乱呢、啊，一心不乱与真正的一心不乱就是正果的。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呀、啊，这个得一心不乱没有这样好的功夫，那么只要扶得住，把这个迷惑颠倒的惑业啊扶得住，待业往生。就是能成功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到极乐世界呀，那一心不乱，马上就得，很快就得，是原则还是一样啊？那么你打这里讲啊，他这个修行人呢是不假禅诺，是无有智慧。那么他们怎样这个修到这个禅天呢？他有一个所求的方法，但能直身不行隐喻啊，但能他专门的，针对专门指一个，只能够呀、啊，执着他这个本身呢、啊。不行隐喻啊，隐喻是那一切凡夫不能了生死啊，所以要到娑婆世界六道来回，这样这个生死轮回不停啊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隐喻啊，生死的根本。他呢能够直身直持导致他这个守住他这个本身呢、啊、不去那个这个犯了这个淫欲，那么这就不错了。他这个不犯淫欲跟我们佛家讲戒淫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他不犯淫欲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？那我们要戒淫欲能了生死，我们不但戒淫欲啊，修净土宗在家人的时候他没有完全戒呀，只是戒邪淫的、啊、那怎么道理啊？因为我们这个佛法懂得心法了，知道这个要修这个开发自己的真心呐、啊。那么这个特别法门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知道自己断这个淫呐、啊、不容易的，只要不邪淫，念佛啊，虽然没有这个。断正没有得见识，没有得这个一心不乱，要得一心不乱的话，那一定要断淫的、那么这个有正淫加这个结了婚有夫妻关系的、那么这个念佛念好的时候啊，待业往生，这个虽然不断淫，只是戒邪淫，所得的这个果啊，所结的果啊，比他这个好。
他这个不能出六道，我们这个能够出六道。最重要的，他是心外求法，不知道向自己真心求，我们是懂得心法。这个我们所有的念佛人呢，特别要知道，念佛人知道这个理的话，我们只要好好念，不论是人家的功夫好到什么程度，如果他功夫要明了这个理，那当然好了，如果不明理的话，我们跟他学啊，那跟他学学坏了。那个只剩那个不行隐喻，就是断云隐喻了啊。除了断隐喻，下面呢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无啊。无论是有行动的时候，包括走路啊，一切的活动都叫做行。坐呢，就是这个身体在那里休息，安坐在那里。以这两个字来做代表。就是行有行动的时候，坐是安静的这个休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想念俱无啊，想念这个那些这个欲念呐、啊，这个都没有，不但欲念不有啊，而且在这里古人注解是这样的。行坐时候啊，他用什么功夫呢？对于欲界啊，欲界所谓欲界就是淫欲、睡眠、饮食这三种这个欲啊。那么他对于欲界这些欲啊，觉得是个苦的根源，也是最粗浅的呀一种这个状况，也是障碍呀，障碍了众生啊不能从这个环境里边呢超脱出来，所以他厌离这个欲界以及入界以下的这些这个整个环境呢，有这三个字，一个是苦，一个是粗，粗浅的那个粗，一个就是障，苦是当下就感受到了这个，就是欲界包括人家这一切都是苦的，粗我们看这个。我们现在觉得吃的也好，用的也好，觉得哪个哎，这个很精致。其实啊，在这个修道的人来看，修行的人、修这个禅的人来看呢，都是非常粗劣不堪的呀。障呢，就因为这些个鱼、这些粗劣的这些东西，障碍了，不能出，不能超脱出来。因此啊，他厌恶这三种苦、粗、障，相对的呢，有心呢，心就是欣欣向荣的心呢，就是希望的意思啊，欢喜的意思啊。那么心的是什么呢？欲界以上的啊，清净的、微妙的。那个能够离的，能够处理的，跟这个苦粗障是相对的。厌这个苦粗障而喜欢得到的那个这个很清净、很微妙，能够离得开，离就跟障子这个障碍障是相反的。一心一念，
心心念念的修这个六种，这叫六行，修行的行，修这个六行，把这个六种这个事情啊放在心里边，其他的念头啊想念俱无，不起其他的念头，因此呢爱然不生啊。爱然就指的那些最主要的是淫欲，不会发生了。他用这个功夫，同时也这个断这个淫欲，功夫到这种程度啊，因为他修的这个禅呢，不懂得自己的这个心性，不能够明心见性，所以只能够以这个有漏的禅呢，他没办法了解无漏禅，无漏禅就没有，只能把这个欲界这些这个惑了，迷惑的惑啊，能够扶得住，扶得住什么呢？不让他，比如说这个贪嗔痴啊、慢疑这些，有这些惑啊，不让这些惑起现行，这叫扶得住了，这就是不错了。那么这就是爱然不生，不生就是使那些迷惑的那个不起现行而已。一凭这样的功夫啊，无留欲界呀，那么他就是这个可以不生存在这个欲界了，他可以这个离开这个欲界。世人因念身为伴侣，那么这样的修这种禅定的人呢，因念一念相应的时候，与他这个初禅的这个定啊，与这个禅定相应的时候啊，他身呢，他这个本身就是个伴侣。梵呢是这个印度文的一个字，安成中翻成中国字就是清净的意思，侣是伴侣啊，是一个伴，那么是清净的这个人了，清净的一类了。这两句，如是一类名梵众天，像这一类的修禅定的人呢，那么升到这个天上去，我们叫梵众天，众就是众人的意思，民众的意思。那么梵众天呢，在这个天上呢，它是做这个天这一道的这个，它是天的民众，那叫梵众天。那这个天上的人，当然是化生的。在人家这个修这个禅定修好了修成了寿命终了的话，一念相应就化身到这个天上去啊。升到天上，虽然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民众啊，那跟我们在这个人家那个人民可就大不相同啊。我们人家人民不必说，就是古代那个大皇帝那个权威多么大了，他也不能跟这个天上人相比。古代那个秦始皇那个多能干呢，统一天下之后，他发觉他自己想长生不老，结果还是不行，还是要死的。那么升到这个天上去啊，寿命有多少呢？20个小节。这比前面六欲天呢，那又长得太多了。前面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他化自在天嘛，那是
第六层那个欲界第六层天呢，它是16000岁。16000岁的计算方法，我们人家1600年在他那里算是一昼夜，算算看，我们说是中国这个，我们中国是5000年的历史，在这个地球现在来讲，有5000年的历史啊，这个民族啊没有断绝的话，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了。其他的古老民族也有，但是很多亡了国，亡了国以后啊，那个文化早就没有了，只有中国如此。虽然讲5000年，你看那个六欲天的话，一昼夜是就1600年了，不过是5000年的历史啊，不过在那个2-3天而已啊，那看起很长了。可是到这个禅天呢，初禅天呢，你看吧，20小节，20小节怎么计算法呢？先看一个小节，小节了，以平均的人寿10岁，100年呢增加1岁，这样增加到这个84000岁，从平均10岁呀，100年增加1岁，增加到人的寿命到84000岁，这是增上去的。有84000岁，在每100年那个减1岁，又减回来，减到人数是10岁，这一增一减的这个。整个算起来叫做1小节，那么他这个寿命呢，升到这个天上的寿命呢，他虽然是这个天上那个是民众啊，恐怕比秦始皇呢高明太多了，享受太多了，秦始皇不过几十年而已啊，他这个是20小节，各位算算看，得来的，谁是得来寿命这么长啊？以后都是一层一层的，还要比这个还长多，还多了。不管怎么样长，寿命完了之后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又有轮回在六道里面始终出不去的，这个要了解。那么下面的经文看看啊，欲习既除，离欲行先。于诸律仪爱乐随顺，使人应时能行梵德，如是一类名梵福天。这个欲系既除，离欲行现，这是就初禅天的已经讲的。初禅天呢，已经把欲界的那个淫欲的习气已经除掉了啊，这个离开淫欲的那个心呢，那是清净的心，离了欲以后，清净的心啊显现出来了，于诸律仪爱乐随顺。诸律仪就是守的那个戒律，爱乐随顺呢，爱是爱好，乐这个的乐字不要的要，要就跟好是一个意思啊，你们上面爱就是爱好了，乐呢比这爱好还要深一层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呀，那叫爱乐。我们这个爱乐就是整这两个字合起来讲，就是发生欢喜心的。随顺呢，随顺就得到一种能够随顺这个
那个诸律仪，律仪就是戒律啊，所以说那个这个就能够得到身体心理一切轻松自在啊，叫做清安。这是啊，哀乐随顺。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在梵天呢，对于梵天的那种律仪啊，守住那个清净的戒律啊，那么而由爱乐随顺，就是到了非常自然的那种程度，一点勉强的都没有了。这个祖师一个注解叫做定功戒呀，定就入禅定啊，那个禅定之中，这个与禅定共相共的啊，共同的这个定功戒，指的就是在禅天的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，这个戒，你这个戒呀，与这个禅天的这个禅定啊，合起来的，共就是合作起来的。一方面修这个禅定，一方面是守这个梵天的这个戒律，这叫定功戒。这个定功戒啊，比较浅一点，因为这个无论是初禅是二禅呢，它这个都是有路的，不是无路的。有路的是还是世间的禅定，那么它这个定与戒，这个定即是有漏的，这个戒也是有漏的。那么又有种这个戒，就是道功戒。道就是修道的道。道功戒是什么呢？就是真是学佛的人，他的持戒啊，当然不单单是持戒啦，那么还用的正功夫了，那么修行正功夫修到什么呢？修到这个见道位了，见道了，就正到自己本性了。到了见道位的时候啊，那个戒律自然的跟那个道啊相合的，有这个道当然是自自然然这个戒啊守着不会失的，那叫道功戒。道功戒就正果的，就是真正是见到自己道了，那是无漏的，那个道是无漏的，那个戒也是无漏的。在这里讲是定功戒，它是有漏的，虽然有漏，这也是了不起了。不过这样说，总是要这个注解，这样注解让我们学佛的人要了解，你的戒，这个从这个戒的事实上来看，你守的怎么样的清净的时候，你不明了大道，不明了自己有真心的话，那都是有漏的，都不究竟。那个世人应时能行梵德，修这样的这个禅定，加上诸律的啊，行得那种非常自然的那种这个功夫了，他能行梵德了，就是把这个清净的这个梵德，就是清净的德了，梵天的就是非常清净的，
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的，哎，他能够行，时时都能够，这个能够行。这样的时候呢，这一类的修这一类禅定的人呢，这个他升到这个天上去，名梵辅天，辅就是辅助的意思。我们人家那个过去那个皇帝啊，他有宰辅，宰辅就是宰相啊，宰就是指的皇帝本人呢、啊，他能够主宰一切啊。宰相或者宰辅呢，是帮助这个宰的啊。那么这个梵辅天呢，这个后边呢有梵王，他这个辅是辅务帮助梵王来管理前面那个梵中的管理人民的，这个升到这个天上叫做梵辅天。而这个升在这天上，所以这个辅助梵王，梵王这个能行啊，就是梵天的那种清净的这个德了，他一方面自己行，一方面要教化，帮助梵王来教化所有的梵众。下面那个第三，身心妙缘，唯一不缺清净境界，加以敏悟，使人应时能同凡众为大梵王。那么如是一类大梵天，身心妙缘唯一不缺呀、啊，是前面那个梵辅天是讲的那个程度。那么梵辅殿到这个程度啊，在这个下面的清净境界啊，像这个大梵天了，像这一天的这种具备的条件了。那么这个他啊，由于前面这个身体也好，心理也好，都是啊到这个既微妙又圆满到那种地步啊，同时唯一不缺，唯一指的这个律仪啊，这是上面。那么到这个大梵天的时候呢，清净境界加以明悟，除了清净境界三业都那么清净，还要这里开智慧了，加以明悟什么呢？就开发智慧，明悟就是悟啊，能够这个无论是学佛法学世间的学问都要有悟性啊，悟是有悟那个道理。那么他这个在这一天上，他的境界呀、啊，守这个境界也比下前面那个又要深入，又要超过他。那么同时呢，他又这个有了这个悟了，悟的那个一悟的时候啊，这个智慧，他的聪明智慧啊，又比下边的又多，又开悟了。这样的人，世人应时啊，能同梵众。那么他这又具备了这样的这种修持的话，他能够啊，同梵众。同就是如同总统一样的，他那个同理呀、啊，梵天的那些前面那个梵众天嘛，他是能够来同理他，
同理的，包括教化这个管理，这个都是由他来做的，这个叫做大梵王，梵天那个就亡了。那么这一类的呢，叫做大梵天。这个二天的话，比如说前面这个梵众天呢，是寿命二十小节，梵福天的寿命四十小节加一倍。那么这个大梵天呢？六十小节，那寿命更长了。我们这个根据古人讲注解呀，这个大梵天的这个大梵王啊，寿命有这么长，这个劫的一个世界的劫的初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就先到这个天上来，先来。劫刚刚成的时候他先来，到了劫又后来快晚的时候，劫末的时候也得又如同说是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他后去，他是先来后去的。因此在印度有些外道啊，就认为这个大梵天王啊，他是这个，他是能够创造万物的，是造物主啊，那一切的人物都是由他了生出来的，由他造出来的，就是由于他来在戒指开始刚成的时候，结坏的时候，人一般众生呢都没有了，他和最后，所以那个外道啊看不出来，认为他这是长的，印度人叫长，有断有长这两种见解呀，认为这个大梵天呢是永恒的，永恒存在的，那么求啊就求到这个。拜他这是造物主，这是一个不了解啊，才有这种误会。所以我们学佛这些情况都要了解。在印度那个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甚至于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之前，那些外道都有啊。那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外道的徒子徒孙多得很，他随便显示出来一点小的这种能力的话，我们不在这些地方辨别的话，很容易学佛学的就跟着外道走了，这个也特别注意了。最后这几句话是这个初禅天的一个结论，俄那此三圣流，一切苦恼所不能比，虽非正修真三目的，清净心中诸漏不动，名为初禅。上面所讲这个三呢，释迦牟尼佛教着我那名字说了，此三圣流啊，这个三天地的这个圣流是甚是超过了。比欲界的呀，无论是身体，无论是这个心里所享受的，都比那个欲界啊那些都胜过他啊，所以自然圣流。那么下面怎么说呢？为什么圣流呢？一切苦恼所不能比。这个欲界以及欲界以下的这些众生啊，八苦交加了啊，这个八苦大家都知道啊，生老病死这个都苦啊，在这里呢，他这个这些苦恼不能逼，苦就是逼迫性，他对这个苦啊没有逼迫性了。
虽然他不是真正修这个真三摩地啊，真三摩就是指这个无漏的这个大定啊，也就是楞严大定啊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个定，所以修这个禅定不是真正修这个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大定啊啊。可是他的清净心中啊，诸漏不动了。他因为有这个受这个清净的这戒，再又开这个智慧，他的清净心中啊，诸漏，诸漏就是那些烦恼，那些这个都是不动了，不动就不起现行了，也就是扶得住了就活了，这叫做初禅。把这个初禅的三天呢，整个说起来，就九地来讲，它是离生喜乐地。离是离开欲界，那个这个各种的这个恶劣的环境，它不在这个那里，可以离开了。离生喜乐地，这个初禅三天的是。能得到欢喜乐种种乐趣，叫离生喜乐地。放心性诸漏虽然不动，看起来好像这个烦恼都能扶得住啊，但是我们念佛当然也要最低限度要能够扶得住啊，他也能扶，我们也能扶，同样能够服务啊。他是这个在初禅地位看起来比我们人家要高得多，然而他不能了生死，我们能够往生就能了生死。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？这还是就特别法门来讲，如果就普通法门来讲啊，他这个在初禅的时候啊，到了这个结火的时候，有三灾呀，火灾，他免不了火灾呢。为什么免不了火灾呢？虽然是诸路不动啊，要知道真正是佛家修道啊，不要着相，对于这个假的色身呢、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这金刚经讲的多么清楚啊，不要着相。他这是从这个初禅到这个四禅呢，虽然欲是没有了，能够扶得住了，相他还着呢，还着相呢，这一点点分别要清楚。那要问我们的念佛的时候，你念佛不是也着相吗？不错，我们念佛是着相，我们着的是佛像啊，而且这是一种过渡的时期啊，我们接着佛像，我们到这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还是不要着相啊，到极乐世界最后成佛的人呢，是长极光净土啊，那也是没有相的。